我从那边以为是小伙呢。你在这边干多久了？两年。两年啊。里面本来有一个蛋，你要那个加蛋的话，可以会另加。炒的。炒的。哎。不能拌吗？拌没有。炒米线，那鸡丁呢？东北炒米。一般干到晚上几点啊？哦，两点。好了好了，来，这个帮我递一下。